才来的吗？正是。荣姐姐现在在救治一位重病人，所以原来是墨家的朋友，太好。我姓高，明月，大家可以叫我月儿。几年没有来义庄，荣姑娘居然又……此处便是，还有一段距离，医庄里的药材。葛念先生的伤势，那就有劳侠士了。多谢月儿姑。月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荣姑娘可担心你了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我们快去找荣姐姐吧，客人里面有两个重伤的病人呢。蛇！奇怪，医庄附近怎么会有这么多蛇？你们先走，这些蛇就交给我来处理。我这里有些雄黄粉，可以用来驱蛇。好，我们在医庄见。是来给那个人求情的吗？正是，此人的手以及手臂上的肌肉、骨骼，三不救的规矩从来没有例外。荣姑，比剑受伤之人大多成凶斗狠，那为何不救秦国之人？曾经有，又为何不救信葛之人？我还有其他病人，你们可以滚了。若干。
耍无赖吗？我倒是不介意给你一点教训。先生，另想办法吧。站住！你说他是葛聂？荣姑娘，啊，太好了，葛先生有救了。你那么高，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？看你风尘仆仆的，先稍作休息。谢荣姑娘关心，我并无大碍。方才我的银针正中你的尾驴穴，此穴被击，你眼下虽无，那荣姑娘，你且服药便是。和荣姑娘，这些是我之前采买的药材，希望能帮上忙。此物确实是医庄现在急需的药材。方才对荣姑娘动手，是我随你喜欢吧。方才，但却缺少几分力。若是在殊死，若我是你，还请荣姑娘指教。荣姑娘，医者救，我想荣姑娘。可以对解锁的侠客点击选择。少侠想去何处？镜湖便好。这样的衣装之景，从。